大家好，我是碰碰。本部片来讲一下我们瓜牛第九轮的高峰周活动公告哦。好，那老样子，我们这边直接来快速带过吼。首先一开始，我们贩卖机这边活动期间，我们可以购买100克斗的活动礼包嘛，就每天都可以购买一次。有高峰加速30分钟，还有开发者的灵魂跟灵能水晶，这个都是重复的吼。然后神坛秘仪这边，我们就直接来上一下懒人包，每240的物品原始小时等于一轮，可以获得1100的积分和以下的物品哦。接下来水晶大作战这边，我们来上一下规则吧。接下来讲一下阶段三的兑换条件哦。再来是阶段四的兑换方案。这边再来补充一下提早供奉的好处，那一样放那个四龙珠跟五大魂提早供奉完的时数给大家看哦，只要是48小时的都可以哦。阶段一到阶段四的兑换推荐这边，第一个完全看你个人，第二个推荐的是白蝌蚪，第三个是化妆水，第四个的话是我们的因果律碎片哦。阶段三这个波斯曼大脑，它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首先，它最主要的是提升瓜牛的生命，还有额外的防御跟追击。重点在于我们这三个就是贵重品的改造哦。第一个，这个是放在模拟装置可以增加自身的科技；第二个是放在格斗场也可以增加科技；第三个，这个是放在蝌蚪池也可以增加自身的科技。比方像我们前几次的神域嘛，神域有一些东西或者是部分的一些任务，可能它会需要你的科技属性到达哪一个程度，就是有那种贵重品你要展示之类的。那我们波斯曼大脑这边就可以弥补这个问题，如果科技属性不够的玩家可以用这个方式稍微来弥补一下哦。阶段是这个 2S 的因果律是非常推荐的东西，这边的话完全是针对机械类的基因的研究速度还有免费时间来做一些提升哦。这个贵重品只要把它觉醒了之后，我们这边还可以额外获得更多的机械类基因的免费时间，所以这一次活动阶段四我是建议直接来做兑换这个东西。最后再来补上一下周礼包的内容，第一个这个是那个我们字幕都有补充到的吧，用200白蝌蚪购买的这个活动的供奉特惠礼包，这边的话可以获得100的灵能水晶，还有9小时的供奉加速跟一个抽奖券，其余的话这边都是要氪金的吼，你就是有多的资源你再来做这样子。所以我们第九轮的供奉周活动公告就到这边咯，感谢大家的收看。然后我这一次供奉周的话主要是来拼我们的混沌宝箱吼，就是要把我的这个海盗还有我们的这个化石这边给抽到吼，这两个我觉得目前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东西。那影片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是碰碰，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